晚餐麻油猪肝啊，大家早安，我现在要退房了。十五天其实我觉得过超快，尤其是中间我疯狂上片的那几天，时光飞逝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退房日子，然后我东西变超级多，因为我这段时间不是还有那个王牌开箱嘛，然后完全塞不进我的行李箱。然后呢，再加上我爸妈很常帮我送餐，那一整盒都是保鲜盒，然后的两个行李箱。我爸妈现在在路上，我现在先慢慢把我所有东西拿下去，然后什么垃圾那些我都包好了。你们先吃，我最喜欢这个包子，蛮好吃的。多好吃，包子真的多好吃，真的很 Q 哎、欸！啊，里面的馅也很好吃哎、欸。啊，你今天怎么没化妆？没有啦，我今天很丑。这要怎么用啊？真的，30度哎。嗯、哦。你要磨吗？我、哦、还是磨好了。啊，这个磨好了，这个比较，这个莫德，那个莫德纳。莫德纳，莫德纳。干嘛挂耳？本来有买好多挂耳，挂耳。你怎么？我买100包。你买100包？对，然后你回来自己喝。你在镜头里哦。啊，我镜头里哦。好，这是莫扎特。对。我们两杯哦，两杯要两匙，两匙半，90度。快没了。还有一包。怎样？你睡觉我全部倒了。要捞起来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冲下去。冲了。哎，要慢慢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了，是你右手，是我左撇子的。你要在电视前面叫白菜。这什么东西？好了。OK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下我的办公室，把这箱货拿过去放。我爸今天穿 New Balance 的990。我穿 Nike Air Max 97 OOTD。 我爸不想理我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我的公司，我以前就从租了之后我都也没有来过。怎样？穿这种小洋装哎，这很不 OK， 不太 OK 哎。哇！好，你吃。喜欢哎。What have I become? I just wanna have fun.
刚刚就是跟阿嬷他们还有家人吃完午餐，但其实现在已经3点了，然后我要去跟我的好朋友宇珍一起吃，一起喝咖啡，然后我第一次要跟她和她男朋友一起出去，我之前还没见过她男朋友，对，我今天就跟他们约，然后等一下一起去喝咖啡，去华山，很兴奋。爆汗 ，Hello， 我超级无敌热吗？很热。我们现在要来喝这个咖啡。Hello， 没错，我现在也大爆汗。I'm not crazy and make amends. I'm feeling like a zombie when I'm in bed. Just wake me up. I'm see.请问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冰拿铁是不是？冰拿你呢？冰拿铁。还是你喝你？他只喝黑咖啡。你喝黑咖啡。哦，点不一样的，看起来比较强。你喝热拿铁啊？比较热的，很热。可是它是拉花。应该没有很热啊。刚刚 Emily 给我这一袋超可爱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我等一下要打开。大家好。好，一定要吃，有吗？有吗？好可爱的地方。跟他住的是一样的。它不是我们之前吃的那一间。但是形状形状。来问公。这家真的超好吃，我真的没有在骗。好。你好。哇。我们去公园吃。好。那边有位，那边有一个椅子。生皮生皮点起来，生皮喝起来，喝点的，点了蛤蜊清汤还是九蒸蛤蜊？什么？九蒸蛤蜊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九蒸蛤蜊 ，definitely 就是牛奶薏仁，一定要点，必点。我觉得点牛奶薏仁你会很爽。你们喜欢吃潮水？我们喜欢，我们什么都喜欢。啊，我们这样会点太多吗？不会啊，这有一人一串嘛。就先给他这样，然后我们先开盒，然后再他烤饭团吗？那会多呛的。没有啊，抱歉。那就先这样。好，先这样，先给他。一个动作，一个口令。好像不用鼓掌，你不用，你很正。你看我这边这样。是我之前多久没有喝酒？再来之前，我喝这罐是空。我教官，教官很严格。真棒！来干嘞！你是小学哈日族吧？我是你女儿，毛毛，她穿这样，毛毛，然后我穿这样，哎，都不牵奖哎。你想，你这书包，你书包下面有轮子吗？书包下面，
我们刚刚讨论结束了，刚刚那个人猜我27岁耶，对，然后他猜我24岁，他觉得我们两个有差到3岁。我平常都是被认老的。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就是小学生，他今天给我穿忍者鞋。Hello， 今天穿忍者鞋还穿白袜子。Hello， 我其实应该要穿西装，但我想说晚上要开趴。OK， 你要吃什么？忘吃卤味。招牌豆干米血跟炸杏鲍菇。这应该有香菜吧？对，有一点点。你超恨香菜的，真假的？你不恨吗？我爱。你爱？我可以大口吃香菜。那芹菜呢？芹菜我也可以。芹菜你不行哦，我喝芹菜汁哎。我把芹菜榨汁了。我们不要当朋友好不好？哎，那你喜欢吃芋头吗？我喜欢吃芋头。那这个表达我很用。那你吃肉桂吗？那我们真的表达我很用。你要不要吃肉桂卷吧？我可以。那我们真的不能当朋友。那你们失去很多朋友哎。对。春水堂的真奶。朋友来接我们去唱歌，但我们现在超困，等一下先去买咖啡。毕竟钱柜里面不能吃，不能吃不能喝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哎，我们太久没看到他，不知道他现在开什么车。他开 BMW 玩。那请客，上面请客，请客了吧？这是钱柜买的吗？对，钱柜的炸物拼盘。蛮酷的，然后这是老实牛排，谢谢老板娘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嗯，好好吃哦，很嫩的，你不要出来啊，好 ，OK， 姑妈，我生日快乐，OK， 姑妈，不，